忘记都没有极限，我已经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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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天三夜，哇啊呜啊呜，叽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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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婆，老公，嗯，我们来玩问答游戏要不要？嗯，好好好，我最喜欢。今天是星期几？星期五。昨天呢？星期四。前天呢？星期三。I win, game over, bye bye。我妈妈生日，你竟然可以忘记？你答应过要一起庆祝的。后面那谁？后面那谁？你老老实实讲，这三天三夜你死去哪里？我赶 deadline 啊。是吗？嗯。在哪里赶呢？因为我 call 去 office。他们讲你不在哦。老婆啊，你听我讲，现在有个全新的 game 是不是？在马来西亚是全球第一站发行网，这样我就请了三天 annual leave， 这样我就排队排了三天三夜，结果我是全球第一个 customer receipt 偏到00000001。你三天三夜不做工，就是跑去买 game。老婆啊，这样我的工作跟 game 是分不开的哦。你可以关心一下这个家吗？不要每天只顾着打 game 打 game， 答应了人家的事又做不到，连人家割了双眼皮啊，你都没发现呢、啊？割双眼皮？没吗？阿美，单眼皮跟双眼皮有什么分别？知道任何一种瘾在婚姻里面就像一颗肿瘤一样，很多人会开始习以为常，可是长期下来是很不健康的。我觉得比较像盲肠炎哦，已经痛到这里来了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割掉它？刚好我们中心有戒瘾班，因为有很多情侣就像你们那样有这样的问题吗？所以我就开班帮助大家。你跟天宇说，这关系到你们婚姻的幸福，这样马上过来报名。嗯，喵，我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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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要。怎么？你有瘾去什么戒瘾班 ？OK， 好彩 Angel 给了一张 form， 我可以 test 下你到底有没有瘾，你敢不敢做？来啊！第一题，你一天花多少时间打 game 和看漫画？两个小时。三个小时，四个小时，我可以十二个小时了，可是包括工作时间啦。第二题，如果你不打 game 和看漫画的话，手会不会发抖？不会。会。会不会睡不着觉？不会。又会。最后一题，如果我和一个 cosplay 站在你面前的话，你会看谁？ cosplay。 福天宇，不用 test 已经知道你有很够力的瘾了，你明天给我去上课。喂呀，你们看我一下子收到这么多请帖啊，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都结婚了，我今年都26岁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对象。
小林啊，不用怕啦，你看子曼这样老了，还是有人要的啊。喂，介绍对象给小林啦。没问题，动物园里面有一对象很温驯的，小林，下次介绍给你啊。是大笨象啊？学大熊讲什么冷笑话？快点啦，你公司不是有很多好男人的咩？真正的好男人已经在你面前了。喂呀，其实我早就已经介绍我公司里面最 top 的三个男人给小林了，可是哦，一个秃头，一个龅牙，一个O型腿，全部给小林盯了。这样怎么办啊？我肯定是要做老姑婆了啦。玲玲啊，你还记得爹地的那个地产发展商朋友吗？他说要约你出来吃饭哦。你是讲 Uncle David？姐姐啊，我们去看半夜场好吗？可是现在白天罢了。哦，不是，有一部电影哦，叫做《半夜场》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等我一下。喂，大熊，救我！啊，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我现在我要去和Uncle David相亲啊，可是我很紧张啊。相亲？你能不能够来陪我？哦哦，好啊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嗯，拜拜。什么事？嗯，是哦。我有一个朋友哦，刚好他有一点事哦，所以哦，我没有办法陪你看半夜场啊。哦，不如我们看半夜场啊。什么？啊，就是半夜场的半夜场喽。啊，就这样了哈，啊，拜拜。小林，你要吃点什么？这里的羊排很出名，不如 excuse me， 这位小姐啊，她不喜欢吃羊排的，因为她怕羊骚味。她最喜欢的就是吃牛排，而且要八分熟，前菜要 salad， 甜品要 macaron， 我已经帮她写好了，你看你自己想要吃什么更加好了。啊，因为我常来啊。对呀，哎，她常来的，就跟她一样。小林，啊，这个礼拜天你有没有空？要不要去游车河？好啊。那你喜欢坐房车、修理车，还是改装版的豪华巴士？你家还有卖车的？嗯，没有啦，这些都是我的。嗯，我看你还是坐改装版的豪华巴士比较适合你。我听你爸爸说你会晕车的，坐在豪华巴士里面。有客厅，有吧台，有浴室，还有酸辣房，就好像家里一样，不会有感觉的。哇，听起来好像很棒这样哦。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啊？哦，因为你还没有叫饮料啊。我们来一瓶红酒。你喜不喜欢 shopping？ 那些 L 牌啊、C 牌、G 牌、P 牌，这些我通通都有 VIP 卡。真的？那我们等一下就去。you
老婆，起床了。几点了？五点了。这样早起来做梦？钓鱼吗？蒲天宇，神经病啊！七早八早钓什么鱼？一九讲哦，如果要改掉一个坏习惯的话，就培养一个好的习惯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培养一个新的兴趣。钓鱼。好，很好。叫你早去早回啊。哎呀！醒了没有？醒了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七龙珠二十级，原来在这里啊！我们终于找到了！喂，丢掉！我在想哦，如果把这些漫画和模型卖掉的话，可能会赚钱呢。我不管你怎样做了，反正你卖掉也好，丢掉也好，不要再让我看到这些东西了。我决定从此跟这些恶魔断绝所有一切全部含不伦的关系。喂，小林。喂呀，大熊，我肚子很痛啊。哦，那个啊，那个，你等我，我现在马上过来啊。你等我，拜拜。哎 ，Josh 呢？不知道哦，我刚刚看他匆匆忙忙的走掉了。啊？他约我一起看烟花的哦。小林，我来了，小林，你看哦，我带了很多给你啊，这个蓝色的，然后还有这个环保啊，青色，有花的，他说有香味的，但是我又打不开，我闻不到。哎呀，为什么你买这样多？这样我不懂你用哪一种啊，所以就全部买来咯。还有哦，我买了药给你。你吃药了啊、哦？这样，小林啊，上一次哦，你跟那个 Uncle David 啊见面过后，然后讲了啊？我们在一起了。啊？这样快啊？你们上次才刚刚相亲罢了哦。他的那个改装豪华巴士 Transformer 很厉害的。哦，真的很厉害的哎！他这样厉害哦，在你不舒服的时候，他在哪里哦？我之前也是有打过电话给他啦，不过都是他的黄秘书、李秘书、陈秘书，还有那个母杜姐的电话，都叫他在开会。他哪里可以这样的？在你最不舒服的时候哦，他应该是陪在你身边吗？可能他在忙啊，其实他也是对我很好的。条件又不错，又没有秃头、龅牙、O 型腿，又长得比我高。他上个星期有买一个名牌包包给我，我拿给你看啊。小林啊，还是不用了，你不舒服哦，你休息一下喽。あなたは刺身ですか？
八个，我的新闻三十几米就来。老公，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回来？老婆，你看，鱼干、鱼鲜、转轴、小鱼儿，厉害吗？鱼干买这么多回来做么？买一只不是够了啦，又不可以晒衣服。老婆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啊。不同的鱼干呢有不同的用途，要钓大鱼就用大鱼干，钓小鱼呢就用小鱼干，不同的转轴呢就不同的速度，用不同的假鱼饵。Stop！ 你讲这些我没有兴趣知道咯，我只知道你每天七早八早去钓鱼，钓了这么多天，一条鱼都钓不到，浪费钱。怎么这么多鱼的？是你讲的吗？我一直都钓不到鱼哦。这样我就特地一大早去巴沙那边买这些鱼来鼓励自己喽。看到这样多鱼哦，浑身都是兜子，我相信明天一定能够钓到一条大鱼。先给你介绍，来，炸鱼、酸辣鱼、辣椒鱼、三宝鱼、本辣酱鱼、三宝本辣酱鱼、江南鱼，还有全世界只有你才能够吃到的福田鱼。老婆，老婆你这么，还给你。漫画，你不是丢掉了的吗？我没有丢，只是把它藏起来罢了。现在通通还给你。怎么？怎么？你看看我，帅影皮还在啊。隔壁安迪尔问我是不是有家暴啊？我不想每天七早八早陪你去钓鱼，也不想每天吃鱼啊。那股鱼腥味我最讨厌了。啊，这我难得培养出了一个兴趣哦，我现在就放弃的话就很可惜嘞。OK， 我错。求求你放过我了。OK 咯，这既然你那么坚持，就要么就勉为其难收回这些。Angel 老师，你找我啊？嗯，大雄啊。你有没有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啊？有，当然有了，因为那个牧羊童哦，每一次都讲狼来了，狼来了，呼呼呼，到最后哦，狼没有来，所以没有人相信他了。这样，你有没有听过熊来了的故事呢？有这样的故事的吗？有，当然是有啊。我告诉你哦，听说最近有人约了 JJ 说要去看半夜场，结果呢，没有看到我。然后又说要去看烟花，结果呢，也没有看到我。哦，我没有说谎啊，刚好那一天哦，小林有事，我就去帮他了。你跟小林 ？Friend forever。你如果真的这样想的话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要提醒你哦，两个人交往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承诺和信用，答应了别人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得到。你和小林的实习阶段已经过去了。哦，你现在的实习对象是 JJ， 所以呢你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认识 JJ， 知道吗？知道。
喂，季姐啊。原来你从头到尾都在欺骗 Pauline 的。先是哦，假假疯狂的迷上钓鱼，让 Pauline 哦知难而退，不再被你戒掉动漫的瘾。你哦，真的够奸诈。不过，我喜欢。我觉得这样子不是很好哦，因为 Angel 讲过哦，两个人交往应该是讲究信用还有承诺的，你答应了的事应该要做到的吗？喂，现在不是我不要做哦，是他求我不要做哦。嘿，我发现哦，自从我开始钓鱼之后，是不是我真的爱上钓鱼了？所以我今天特地请了 Andrew Leaf 去排队买了这个钓鱼的 game， 我等下回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玩了。喂，你知道 Pauline 来的没？你们不是一起来的没？我忘记了。你骗我，我最讨厌人家骗我的，你这个比鱼还要臭的臭男人。老婆你听我解释啊，其实我的给抱住，给抱住，我的 Andrew Leaf 脑完了啊。我不要去，你要去你自己去哦。女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讲反话，我叫你去你就去，你是猪啊。我的 X 送的。 I don't mind。插风机，我跟小林哦，现在是 friend forever 啊。哦，你说谎。